快点嫉妒我们的爱情。就是。No fish。中年的时候给你点。又去人灵宴了，不会。我想吃点别的。你吃什么呢？想吃你的嘴巴。啊，我倒是觉得平平淡淡挺好的，啊，没有什么大起大落，我们两个，是不是？一步一步的盖房子。对。嗯，那呗。我。今天我们俩是纯爱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们纯爱战神，但是很。撅嘴我都不亲，撅嘴啊，撅嘴啊，扣五百还给我来，鼻子太高了，我们俩谁也不撅嘴，能不能听到？好吧，不行啊，还是撅了，不行啊，再不撅试一下，鼻子有点高，都鼻子压扁了，你必须得这个样子，就是得歪着，试一下，这样子可以亲到，自学成才，那倒是也没有。在网络上也是学习的一些，那我们亲一下吧。下播了，不然会就是会有那个，别急，急什么？一天到晚的，又不会走，好吧？哎呀。拜拜，我的鼻子吃掉了，你给我鼻子吃，你给我嘴吃掉了都，不好意思。